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山羊科技。在生活中，很多小伙伴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，放假的时候就想出去旅行，而在外面旅行的时候就需要住酒店，而酒店的门锁都是刷卡的，其实这种锁非常的不安全，在小偷面前解开它只需要十几秒，特别是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是非常危险的。而英国设计师发明的遁地锁，它是由两部分组成，贴合门面的阻门器和一个弯曲的铰链支脚。当小偷试图大力破门时，门的水平推力便会转成地面方向的垂直力，再反作用于门上面。在坚硬的地板面前，就算小偷力量再大，也无法把门撞开。安装非常方便，一卡一拧，十秒就能装好。它的大小跟一部智能手机差不多，非常方便携带。如果我们出行的时候带上它，晚上住酒店的时候就可以安心休息了。小伙伴们觉得这个。